唐老太师带帐并步，一步发兵，
上等杨家人恐麻烦，束手就擒，这岂不是一戏魔啊啊啊啊啊啊啊万岁回宫，爱妃哪里知道，只有穆桂英和杨仲宝兵发西夏，平定叛乱，多日不见消息，孤儿寡人心中忧闷。啊，万岁！那杨家说话往高峰后路，理应。城将至吹问，这是不见回应、只怕是将在外救命、又说不熟吧，岂有此理。启奏万岁，唐老太师有今日军情禀奏，快快宣太师进宫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唐太师进宫了。啊！三人定求之，前来迎孟敖端阳。
殿下无主王孙，太师平身谢王孙，娘娘千岁，爹爹免礼，天千岁，太师，莫非莫归营和杨仲宝有得胜战报？我要王孙一马，那眼下。这王罗受皇恩，非但不是报效，任凭西夏叛而去。不会如此吧？现有兵官勾结战调，王随遇了。臣来。杨家安兵不动，西夏叛乱猖獗，边关危在旦夕，说请我主丢夺，可恼！不当边关当地，京城也是祸端。你额铁多言，满城风雨。重视江山红安，仍以理智不全，中主创的大业尚在旧用成见，为京都成名，杨柳青命之反，当掉入秋忠烈，朝野共少凶残。万岁，这定头八字，这定头八字喽，怂人重杀，呼杨当朝解头相位，察官就是一龙方法，这人心不归吗？岂不是犯了？好，奴来这个烈火山，人臣武将当当朝，皇王人物全跑掉，金刚铁铁。发海老臣我有责无权，人马丢不见呐、啊。好，待孤王将至。太师带行皇王令，调兵遣将赴京城。成功掌管于校尉，勘察满朝文武臣。统领旨，万岁圣命。
为新帝辞去身份，我要多加孝心。是。臣。
花缠金藤，低头男女浪荡未见，还说呼叫一百零三口呀。有朝一日，定要将尔等斩尽而杀绝。大哥，大哥。俺正要找他们呐！啊，那呀！我的呀！快跑！小姐，
个娃娃怎么打的好像是护驾变法，这娃娃你怎么会护驾变法啊？他怎么知晓你是何人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俺乃胡延庆，你敢在哪？胡沛县是你，是俺祖父胡寿庸，俺的天伦啊！忠良又厚，我真谢天谢地。你是何人？他是俺太子路是太子。天虽圣业国父，你意欲何为呢？搜查胡家盘打，我养父
乃是御风之敌，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，千岁这样做未免有些欺君压城了吧。就是在京乱殿，咱家也是这样。来来来，去！何况你这小小的田伯养父，我田伯养父虽小，却容不得现恶横行。你太君，听旨，万岁！胡家楼湾潘成一子，清明节日侄子闹事，扰乱京城，祸国殃民，罪该万死，人人得而诛之！嘿，放你娘的垃圾屁！你是什么人？你少爷，他爷他。想当初，你和庞文虎女郎害为奸，害死我胡家一百零三口。今日仇人见面，恨不得尸横遍野。我恨不配合，绑架我下那头，真让人难忘。哎呀，你这个奴才又闯下大祸了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岂能两位太祖母才敢打上进门？且慢，胡家只剩你一刻动摇，才能再容忍践踏万贯精华？来，与他改班，送万王丞相府里用餐。哈，太祖母，老身即刻上朝，以命相报，要那胡万为你护驾，昭雪成冤，清除贼眼胆。太祖母，休再多言，正是。看开城次闪惊天，为社稷刺透宁夏国梦轩。说完